来，记忆大考验，规则就是每爸爸只能抽一次，每每抽中以后可以再连续抽一次。后面一点来。你的地瓜很漂亮。好来，起来。这太难了。全部都是写白的。Q 四 K 八，八八的八。六和二不对，我包包忘记了，你完全忘记了，这个吗？啊，记错了。哦，怎么啊？整的都乱掉啊！Q 那个才是四，打错了，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。九，一，站起来。宝宝忘记了，然后是和这个十，哈对，Q 对，四张牌，十和二，Money。七，J 五个 J 出来了。五、三、K。好少，哇，厉害！五个六，他帮我画六，七六九八十九十九，哦，爸爸有可能会输了。14，小一。我也是十一。我14。我是十一，你应该是12，我是十一，十二啦，你再数看。不行，我是十，我看一下。只有双数，没有单数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哦，对，12。哦，好危险的小家伙。嗯，是危险。爸爸，爸爸都快输你了啊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好，来给你，人大人。要看，你看后面一点，你后面一点，这样才能摆进去。你可以跟妈妈玩这个，你一定会赢妈妈的哦。为什么？妈妈记忆力很差，爸爸也快输你了。对，没有一个。你好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没有全进去。好，有全进去的。Action！来，行。你都翻这么难的，喂，哼，哦，我爸没有洗好吗？九 Q 票，二，谁？容易被开。但是多少？四。哎、欸。是三。
谁？谁？哦，我乱掉了。哇，望镜在哪里了？其实我在这里。啊！我记忆跟他考验很好。七、十、这个一哦，一在这里。十、九、三，我给它九出来，三出来了。三是这个。九，和九，八，和七。哦，爸爸应该还是小赢一局。十四。十四，我也是十二。我十四，我是十二，你还是十二哈？对啊。要再来拼吗？好啊，怎么样都不会改变十二。对，爸爸都差点输你。怎么样都？但有些牌没有弄干净，所以就会那个隔壁这个我就会，这个把它聚集在一起。哪个？这下我会。来后面一点，最后一次啊！希望你可以赢我啊！啊，最后一次而已。最后一次，爸爸就要玩一本书啊。可以啊，不然这次再玩下去，爸爸那个会头发会变，白头发会变多。那为什么白头发变多？太伤脑筋了，来，请等一下，请。哇！真的试出来了，是真的七。再一次抓，需要。哇，爸爸换的。哦，这，换你。三、六、我记错，哇，妹妹，翻起来了，啊，我要翻一个回来，八，八是有出来过，八在这里出来过。Oh my god. 啊。
球。哇，爸爸输了。你运气怎么？十一十二，爸爸十二张而已。我十四张。对，你赢了。为什么换反嘞？明明是我十二张就。刚好那个颠倒。哇，我赢了。嗯。我洗小的，你洗。哦，输他了，烤鸡的。你明天下课跟妈妈玩这个。我们玩试卷，妈妈看。记忆大考验，玩给妈妈看。我刚才输他啊。我十四张，爸爸。爸爸妈妈生气到哭。他输我好几次啊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终于赢了。计算器。红色的都拿来用。好。啊，鬼牌也是。鬼牌没有。鬼牌在哪？鬼牌只有那个。一张而已，来你先。一九。你要记得爸爸翻的吗？你要记哦。这种。爸爸翻的没有。哇，哈哈。哇。哇！你是几个小猫？是一只老猫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姐姐 ，Oh my god！ 放心，好停止。那你好多尾巴。还我一。我只能用一次，其他都他用。他可以连续抽，抽中可以连续抽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抽。妹妹加油！妹妹加油！弟弟加油！弟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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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加油！妹妹加油！耶！妹妹赢了！啊！这次爸爸只有八张而已。十八，我不玩了啦！好啦，微微，赶紧来！如果喜欢我的第一家考验，小铃铛。小今天晚上六点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他要记得订阅我。